当火灾发生时，等待救援最快也要好几分钟以后，火灾无情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毁人亡。自救才是重点，环保隔氧科技膜灭火器风火轮 Fireizer 灭火自救新上市，十大灭火特点，打火功力无人能及。一、风火轮灭火效能为目前市面上灭火器最高效能，测试达 B4 等级，可扑灭24公升汽油。二、Fireizer 是见过最环保安全的灭火器，通过欧盟环保最高规格191项环保无毒安全检测 HGS 检验合格，如果不经意喷洒在脸部甚至口腔内都不造成危害，所以绝对是值得您信赖的好产品。瓶身经高温100度以上烘烤8小时不爆炸，经滚水煮沸8小时不爆裂，各类型火灾都可使用，车用、家用、营业场所、工厂、办公室、野外都能够以最快速度灭火的消防器材。五、快速扑灭不复燃，你看喷洒过的卫生纸，火焰枪再怎么烧就是不复燃，未处理过的卫生纸瞬间烧尽，可见风火轮的强大功能。六、不导电，电线走火也可以直接喷洒灭火。七、液态火灾，油混合水或油锅即可快速扑灭。八、可喷洒全身。灭火距离可达5-6公尺远。十、汽车使用，现在有了风火轮，小小一罐可以顺利将火势扑灭，为自己保住宝贵的生命。当今最佳的科技灭火利器，风火轮环保隔氧科技膜灭火器。